谢朋友们的掌声啊。我们这个节目呢是相声，对了，相声呢都是编的，哎，但是我们这段是真的啊，你看，所以各位认真听啊，尽量对号入座啊，如果有雷同的话那就是说你的。好，你看咱们猫料会办了十多年了，对，每年都下大雪，是啊，你就说对了。节目啊，都是我们老友网友自己演的。对，但是我觉得水平哈、啊、不次于专业水准。没错，这些演员可以说个个身怀绝技。哎，他们在这里等会儿，那叫身怀绝技啊！啊，对对对对，我觉得他们的水平比专业水准还要高。真的？哎，你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他们除了演出，还有自己的专业工作。对，这块对不对？哎，你看人家专业唱歌的叫什么？歌手。哎，对啊，我那有档节目吗？对啊，就叫《我是歌手》啊。哎，那咱们比他高一派啊，咱们就不能叫歌手了，那是叫歌腕。哎，你这自杀来了，还是身处绝境啊？就说大的范围，咱们不敢说了啊。多伦多大陆移民这个范围内 ，Royal 网友可以说是先锋。没错，精英最好的全在这儿。那对了，当然了，在这些网友里头。也有一些领军人物，哎，今天也来到了晚会的现场。哦，是啊，都在哪儿呢？你往楼上观啊，没有。哈，你往台上看。哦，你呀？哎，对。说实话，这么多年，我可以说一直是站在 Royal 网友的前列线上。前列线。得了，别站了。鞋都湿了，什么叫前列腺呢？就我站在他们前面。嗨，那叫前沿。哎，对，就领军人物。哎呀，说这么热闹，还没请教您是哪位啊？哦，你不认识我？真没见过，您是干什么的？那我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是一位蓝翔毕业的哲学博士。哎、蓝翔那是教挖掘机的耶。啊，对。开挖掘机的哲学博士，好嘛！哎，后来转做 IT 了。哎呀，那你平时在哪个论坛呢？主要活跃在人到中年板块，哦，人称“师奶杀手”，中老年妇女的偶像。好，这个是。那您这个网名是网名什么呀？网名那是他们别人，我向来都是用真名。哎呦，这么高调啊！我也想低调，可实力他不允许啊。那您这网名是不、哦？您这真名是卢瑟。哦，那您是姓卢啊？对，我姓谁姓啊？咱们来加拿大都有英文。哦，我这名字是英文的音译。哦，卢瑟。对。哦 ，loser 啊。说中文，说中文，这音译。你都卢瑟了，你还能有什么实力啊？有什么实力啊？我告诉你，哎，漂亮女网友特喜欢我，我经常跟他们约女网友。哦，那你约女网友是什么目的？什么目的啊？远可以交心，近可以交身。哦、哎，你这交身什么意思？交身呢？给大伙儿解释解释。那就是见面呗。哦，一块儿喝咖啡。哦，你是说喝咖啡呀、啊？哎，你以为？我以为你是说喝酒。喝酒不行，喝酒乱性。我们就是喝咖啡，一块儿谈谈人生，对吧？对，你再聊聊海带。什么叫聊海带呀、啊？不是你说什么人生呢？就你这年龄啊，啊、哦，也就谈谈养生吧。养生也谈，哎，也谈养生，对不对？但我问你啊，你要是约网友，你最看重？我觉着呀、啊，嗯，应该最看重内在。说这个道理，要看重内脏，心跳有。您等会儿，等会儿啊！人家说的是内在呀，身体吗？啊，内在是，就人好不好啊？啊，比如说，还孝不孝敬父母？那你孝敬父母吗？那我当然孝敬父母。你孝敬吗？啊，当然了。
你当这么多人，你大喊大叫跟我说话，你叫孝敬？嗨，谁谁父母啊？你别给人占便宜行吗？你这，我说的呀，就是三观。三观？哎，人生观、世界观、价值观，这三观呢，你得一致。这话说的非常有哲理。哎，有一首歌就是歌唱哲理。哦，还有这种歌吗？那当然了，我给你唱一下啊。这里的山路十八弯，这里的水路九连弯。这行了，你这歌啊，刚才人家都唱过了，跟哲理没关系。那没关系吗？没关系。哦，那你说这个三观主要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理解哈啊，简单的说，三观就是说能聊到一块去。哎，这你就明白了。哎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比方说咱俩啊，就能说到一块儿去。哎，对，一块儿说相声嘛。对呀，要不怎么是搭档呢？哎，所以我要是约美女的话，嗯，三观跟你相同就可以。哎，此话正确。但是，比三观更重要的就是五官了。三观跟你相同可以，但是长得不能像你。啊，是。这模样太招人恨了。要长跟我似的，啊，那就没得看了。可不是嘛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对这个网上这种约会啊你怎么看？怎么看吧？啊，我就在网上看吧。啊，在网上看，然后看热闹我不嫌事儿大。我告诉你，这热脸上多数人都是他这个样子。哎，就盼着别人吵起来。哎，打起来更好。那你这样的，你跟女网友见过面吗？有一次啊，啊，差两分钟就见着。时间概念这么强吗？那你看，就差两分钟。那次就差两分钟见面的时候啊，啊，我醒了。嗨，这不做梦呢吗？你这是？哎呀，那你约过女网友吗？那当然约过了。还见着面了？见过。我跟你说，十多年前我就在 Rolex 上约咱们女网友。哎呦，那么早啊？哎，但是我有规矩，我这网上约美女有三不约。哟，哪三不约？第一，女汉子不约。哟，这为什么呀？怕他看我不顺眼削我一顿，我打不过他。好嘛，你这身板啊，啊，够单薄的。对，第二，女强人不约。嗯，对，你卢瑟嘛，可不就是损我两句我怎么办？对不对？第三，女群主不约。哟，这为什么呀？女群主啊，网上约会最怕爆料，对不对？他在群里给我一宣传，我受得了。哦。那你怎么知道对方是不是这三种人？看网名啊。哦，那在网名上起的温柔一点的。哦，哎，我当年就在 Rolex 网上，我一看这个人不错，中年美少女。哎，这个名很温柔啊。对，就约他啊。我问你啊，你说你在网上约美女，你怎么跟他打算？我就说，周末一起喝杯咖啡吧。你这成功过吗？别说，没成功。完了。那要你说的话，怎么讲啊？我要跟他约啊。周末可以跟我喝一杯人生的咖啡吗？这不一样吗？查不查还是喝咖啡吗？哎，我告诉你，什么事情只要加上人生两个字，就达到了一个高度。哦，哎，有意境了。哦。那你要是想约他喝酒呢？你可以跟我一起品尝一杯人生的美酒吗？哎，别说，这感觉还真是不一样。是吗？哎，那你要是想喝人参汤呢？你可以跟我一起喝一碗人参的人参，不是人生的人生。你这就绕口令了，你根本就不约人，好，这很乱。行，那他是怎么回复你的？他跟我说呀，哎，可以啊。喝完咖啡，我们一起去开房吧。啊！我天，搞得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。别说你呀、我都没思想准备。是吗？你说这，你说这我是去呀、我还是去呀？嗨，赶紧去吧，还犹豫什么呀？那我要是去，他要是这三种人，我可怎么办？那你想怎么办？我呀，我这样啊，我悄悄的进村，打枪的不要。哦。一看是这三种人，我赶快就溜走了。那你可是没网格了。怎么还有网格的事儿呢？自己约的咖啡含泪也得喝完。
我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到那天，找到那间咖啡屋，悄悄地进去。进去之后，我就用我这膀胱一扫。等会儿啊！您那鞋又湿了是吗？怎么了？什么叫膀胱啊？咱也不懂了。人呐，往前看，这叫直光；往两边看，叫膀胱。哎，得了，那叫余光啊！啊，他这前列腺还是有问题。我就用余光往这么一扫，啊，坏了，怎么着？来的是女强人。怎么看出来的？穿着职业套装。哦，怎么办？赶紧溜吧。回来啊！等我走到洗手间门口，打里边出个美女，张嘴就问我：“你就是卢瑟吧？”哟，刚才你那是看错了呀！我一看，这哪是中年美少女啊，她这就是美少女啊！哦，长得是又高高又油油，别提多漂亮！哎呦，你这回可赶上了！可不是嘛，我赶紧说，对，没错，我是卢瑟，你是那个中年美少女吗？马上确认一下。他把我领到女强人面前说：“中年美少女是我妈，是她约的人。”好嘛，这么回事啊？你说你妈约我，你跟着起什么哄？可不是吗？啊，他说啊，对不起，我妈的车去做保养了，今天是我送她来的。行了，你们聊吧，我走了。聊吧，我聊什么？我聊啊？别损我了，喝咖啡吧。喝吧。等喝完咖啡，那女强人跟我说：“好了，咖啡喝完了，咱们开房去吧。”啊，真要开房啊？真有这事儿？他跟我说啊，你别误会，我呢是一个地产经纪，今天做 open house。哦，你没事跟我一块去吧。哦，感情开房就是 open house 啊？你说中文英文它意思一样，差距怎么就这么？好嘛，你这可是白激动一场啊！得了，去吧，跟他做 open house， 整整做了一天的牛。等结束的时候都半夜了。好嘛，你这开房开得够累的。可不是，好，我这完事了，我开车送他回家，到了他家门口，他跟我说：“哎，我一个人住，你要不然进屋喝一杯咖啡吧？”哦。你说这什么人呢？啊，这都多晚了，还让我喝咖啡？我今晚不睡觉，对不对？我二话没说，我开车我就回家。好嘛，从此给他玩个失踪，不见面。哎，你还真是凭实力约的女网友啊！哎，时光荏苒，过了十多年，我突然明白了，他为什么半夜请我喝咖啡呢？哎呦，您这反射弧可够长的！我的天！最倒霉的呀，我们又在庄园上重逢了。终点又回到起点了。是啊，他在网上爆料说半夜请我进屋喝咖啡都不去，简直就是禽兽不如。哎，你还真就不如禽兽。哎，严重怀疑我养生出现了问题。好嘛，从而在人到中年的论坛上展开了对我个人生理卫生问题的大讨论。有病你得治啊。我就说嘛，当年有个算命的就告诉我，啊，120年后啊，我有一难。对，啊，那应该是你的坟被人刨了。就是十多年后我有一难。哦，感情应这儿了是吧？可不是吗？你看现在每次我走过这间咖啡屋，当年的情景又出现了，我不禁想起了一首歌。哟，想起哪首歌？我又走过这间咖啡屋。哦，那您给大家唱唱好不好？来唱吧。谢谢大家。我不是博大家的面子，今天真唱不了。为什么呀？我的乐队没带。哦，没带，没关系啊。我就是一个乐队，你可以伴奏吗？没有问题。好，那我给大家唱一下。哎，欢迎。我又走过这间咖啡屋，忍不住加快了脚步。嘿，你我初次相识在这里，揭开了开房的序幕。本来我的中文很不错，可你用英文把我唬。Come on。自己约的咖啡咬牙喝，不管那是甜还是苦。Check it out。
方向的卡 C 飘满小屋，嗯呐，对你的恐惧依然如故，咋的了？不知道何